登岳阳楼，五言律诗，唐，杜甫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八百里洞庭，浩渺无际，古往今来为之题诗的不计其数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，老杜仅凭十个字就打败了所有对手。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将吴楚两地割裂开来，天地日月仿佛都漂浮在湖水之中。这样的神来之笔是视觉、错觉加上想象的产物，也是诗人广阔胸襟的表现。此时的杜甫已经走进人生的暮年，亲朋离散，年老多病，但是让他老泪纵横的不是自己的遭际，而是在战火中受难的国家和人民。孤舟虽小，却装着天下；身躯虽弱，爱国之心不灭。